大家好，我是潜水界杨洋，我接触潜水了有今年有6年时间，从2011年就开始接触潜水，一直到今天一直潜有将近有2000多瓶的潜水经验。我走过了很多地方，比如说东南亚的泰国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，我还去过，帕劳啊，去过埃及红海潜水。一开始我刚接触潜水的时候，很喜欢去看大东西，比如说鲸鲨呀、海豚呀，看这样大东西。随着你潜水时间越来越长，可能会去看更小的东西、微距的东西。我很吸引我的东西呢，是更多的这些伪装的东西。当你看到可能是一片树叶的时候，它实际是一条鱼，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。我觉得菲律宾的阿尼洛是非常好的一个潜点，它称之为世界上的那个微距天堂之一。它有很多小东西，可以再让你在每季潜中发现不同的东西。水肺潜水呢，最基础的装备呢，有第一是面镜，第二呢是脚蹼，第三是最重要的是调节器跟浮力装置。那这些装备呢的保养，首先第一呢，就因为我们下的都是在海里潜水，它有很大的盐分，我们上来要经常用淡水的清洗。但是你的浮力装置和你的调节器，那每年要送到 4S 店去进行保养。这都是需要的，保养就需要专业的去把它打开，把里边零件所有全部拆开，把里边欧润去更换掉新的欧润，再装回来进行测试，调压的测试。我为什么现在后来自己在做这个潜水装备的 4S 店呢？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当时买这些装备没有劲儿去修，没有劲儿去做保养，还要去拿到很远的国家去做，一耽误时间，第二花费很多金钱。我慢慢我也去学习这些装备保养，接触很多技师来去做这件事情。我想在中国的未来的中国2年，能给大家增加一些潜水员增加一些关于潜水装备的保养的意识，知道其实你的装备像你的汽车一样，经常要去做保养。这样呢，你对它好，保养的好，它在水下给你带来的什么呢？只有安全。现在全世界各地潜店呢，都对气瓶有严格的管理，每年必须要做目测的测试，每2年要做一次水压测试。任何一家潜店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去做的，你可以放心的去每家去认证的潜店去潜水是没有问题的。潜水第一点，我可能跟大家说的最主要的就是环保。从我自身开始接触到潜水，我开始更热爱的大自然的环境，更懂得什么是环保。我们通过去的很多国家，他们对于环保的意识增加，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跟带动。作为一个潜水员，在水下不接触任何生物，只是去参观它，去看它就好了，不要去碰触它，不要去动它，去破坏它。我经常会去跟一些潜水员去讲的问题就是说，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水下丰富多彩的环境，在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都能够看到。今天我们去破坏它了，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它有可能就看不到了，很多生物就灭绝了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，甚至于是悲哀。水下安全呢，我觉得是
不管任何一项极限运动或者体育运动，它只要是遵循它自己的原则，它就是相对是安全的。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潜水经历中，各种事件发生，会有一些很多经验的积累，使我们更安全、更保守。这样，如果你要不遵循这些原则去做，一定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现在的学习的课程，比如说 OW 课程，甚至 AOW 课程，我们已经把这些风险都已经想在内了。我们为什么要有24项基础技巧？我经常跟学生讲的问题就是这样：在你学开放水域潜水员的时候，24项基础技巧，很多你需要认真去学习、反复去练习。有些东西，并不是在你今后潜水过程中能用得上的，但是真正用上了，那是在救命的东西。所以要认真去学习。我接触水社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那时候在菲律宾的皮皮岛去潜水，在一个沙地，我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，我自己认为非常神奇的东西。我上了岸了以后，跟我的伙伴们去讲，跟我教练去讲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，然后很困惑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这个时候我有一台相机把它拍下来，或者是一台摄影机把它拍摄下来，我再拿给别人去看，这样能告诉我它是什么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。我的好朋友开始投身，就去买一些小的装备啊，买一相机。后来发现哦，相机还要需要一个防水壳，你 GoPro 也需要一防水壳。一开始我再出去去潜去马来西亚，第一潜、第二潜的时候就把我的相机淹死了，因为我那时候不懂得如何去保养、如何去操作它。后来回来，我找我们技师去了解一些欧润的去保养啊，这些开关去保养，让我形成了有一种安全意识。去对它更多去保养，更多的去维护，让我这一台相机一直使了很长很长时间，拍出了很多很漂亮的东西，可以跟一些非潜水员去分享的东西。像这种特别美好的景色，你跟去别人去分享时，跟别人聊时，他没有那种画面感。他尤其不是潜水员，他没有下去看过，他更没有这种画面感，他体会不到。当我拿出一个视频，拿出一个照片去给人看时，人会感到哦，真的海底水下是这么的神奇，是这么的美。在我潜水了3年的时候，我通过一些网站和一些拍立的教材了解到，在发达的国家，潜水的比例是15:1。就是每15人之中，至少有一个是潜水员，他们的潜水员的比例会很多很大，但是现在中国还远远达不到。后来我投身到潜水事业，作为一个教练，我想把这些东西，未来这些东西带给大家，让很多人能去接触潜水，去到水下去欣赏那些美景，去欣赏这些东西，真的是希望是能这样。玩潜水运动特别有样。